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觉唱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唱歌，就是我们想象声带不长在喉咙里，而是长在胸腔里。这样找到了胸腔唱歌的支点，唱歌就会变很多。用想象力想象声带长在胸腔里，因为想象声带长在胸腔里，喉头自然就下降。大海呀，就像妈妈一样，想象声带长在胸腔里。